变，这个迷你蓝莓用一根牙签就能做出，你信不信？三种颜色揉一起，剥个小扁圆，用牙签先搓一个洞，再往外挑扁，挑再挑，爱挑挑挑，当当当，做好了，瞬间一大嘴，走出去摆摊，也可以做好迷你水果碗，来我的好闺蜜送给你吃。